全军出击。900多场，壮二卡特可以，有点东西。嗯，我从不妥协。有人说主播我赚的少花的不少怎么办，那就不完蛋了呀。享受钢铁滋味吧。那以后要打光棍了，这不改的话，以后的话打光棍了就不难受了，得孤独终老。刮他一波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马上两级。两级他不敢移过来了，就 A 一下。没有机会了。W 一下，重置一下被动。我再 QA 他，可以打出被动。我顶儿，你是不怕这个卡特反打呀？他不敢。搞蜘蛛，蜘蛛在打红 buff 吧？没打。下面，下面，在下半区，蜘蛛。上单。剑魔有点难受啊，剑魔，我来了，他死了呀。师徒连心，齐力断金，但是没蓝，我操。miss 了 miss 了 miss 了 miss 了，这一把我准备数 Q。 得交闪，我操，我贪了，我不贪这一波感觉，哎呦，差钱呢。卡特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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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啊，卡特有闪呢，注意一点。没事没事。嗯，哦，他要考你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闪。那他死了。我来了。闪交了他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，这个剑魔咋不上呢？这剑魔，你再逗我吧。nice， 继续追。没有球。没球啊，不用球。继续追，他有闪吗？他死了，没事。可以的，有点狠。你是压根没想让呢，感觉你。我寻思你还让我投呢，嗯，能杀掉就行啊。溜了，嗯，不妥协。嗯嗯嗯，让我也 C 不了。卡特是你单杀的，卡是这个 是你单杀的呀，啊，这一天天的，嗯，miss 了，嗯，
个鸡应该问题不大。中路不见了啊，中路不见了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我操，他这个 E 没 C， 他这个没 CD 吗？我操！前臂手没 CD， 下路去中了，下路去中了。哎，他溜。再见。浪费个大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回家一下，嗯，无处可藏。我记得卡特的 E 他捡了有个 一秒钟 CD 的，要么他这个 E 是主 E， 不然的话他刚捡完会有个一秒钟的 CD。 嗯，miss 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死。贵贵。嗯。可以，可下路可以，可越可越。死了死了死了，没死好像，哎，差一点，没闪，我没闪。我再给你扛塔。扛塔我也追不上了。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要扛他的？不是不是，他一走了我追不上，我没有 Q 啊。你给我扛他，我也是。哎 ，nice。跪跪，站着不动。没有机会了。这打野不行呢，这打野啥玩意儿。我的上单不行啊。雨中对我来说三速鞋，再来一个耀光，耀光来一个。在下那也行。又是一句阴沟里的诗。来来来，真的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下路打架了吗？下路想打架。来了。锤石豪门。锤石。K 头 K 疯了。卡特有没有交闪？卡特没有。
我操，这么细啊！奥拉夫，奥拉夫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奥拉夫也来了，嗯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不敢推了，这妈这线不敢推，想推这线还是想推，这边又动容了，我来了，上不了，算了，看你了，我反正去不了，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无处可藏，这么不讲武德吗？嗯嗯嗯。那努努 Q 神伤害就是高，抢野怪特别好抢。可以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妈的，上头！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！哇，你哟，卖了你好了，你卖了你也跑不掉。我卖你，我就不上了。你不上，我也可以跑。嗯，其实你不来，其实我也死不掉，说实话。哎呀，还行，给 ADC 拿头无所谓。我操，奥拉夫跟个鬼一样，这奥拉夫，妈的！我觉得可搞。奥拉夫，我操，这么肉啊！我操，这一波没给他杀了。我早上杀 ADC 了，奥拉夫怎么这么肉呀？我操！奥拉夫肥呀！我看他1000块钱，我寻思把奥拉夫杀了值1000块钱。嗯。伤害差一点，伤害差一点，差一点输出呀，那就这两波死有点断节奏了呀。我靠！这战魔彻底崩了。在草里蹲我。卡特赶紧救他，不救他，哇靠，卡特跑得比鬼还快，哇靠，我也不回就卖了，时间点无敌呀、啊！没事没事，我来 C。
霸的还行，漂亮。剑魔怎么突然起飞了呀？剑魔，剑魔有点狠，直接推球。哎，这球我操，这球没推到，拐不过来了，没角度拐了。还行，这波赚了，剑魔起飞了。无处可藏，我就不说了，我说我倒毒奶了。我要憋住。过来找我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Oh no. 才会为荣誉而死。卡特怎么秒我了？卡特很肥的好吧，我都不一定打得过这个卡特，这卡特现在这个装备快走快走快走，地图上黑了。1000多块钱，我先回家一下。那算了，不打了。哎 ，nice， 继续可以打。没事，我有可以血战，可以打这个。朋友们，我们去推上路吧。
你他妈还跑，刚刚退掉。LPL 风格，在 LPL 风格就纯打架，什么都不想，出门就打架。这样是赢的是最，这样赢的是最快的，好吧？知道为什么想打架吗？直接中嘛，一波了。对，就中了5v5，这什么游戏？不是我所认识的英雄联盟。我二被 ADC W 锁了，没办法。哎呀，终于赢了一把！我靠，太他妈难了。嗯，还行。